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八段明毛光照一三昧门前面讲到除热光这两首偈是六度里面持戒波罗蜜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又放光明明除热此光能觉回敬者普施受持清净戒发心愿证无始道前面讲到这个地方因为看到这个经文呢，是我们感到无尽的感慨，那就是世界社会的动乱，佛法圣教的衰微。与持戒关系非常密切佛门里面学佛的同学把戒律疏忽掉了那么这个时间很久了至少也能够回溯到一百年所以到今天学佛的人很多大家都仰慕佛法里面的学术理论而疏忽了戒律总认为呢这个戒律是2500多年的生活规范可能呢不适合现代的社会这一个错误的看法使我们完全废弃了戒律造成今天学佛的不能得到学佛应当得到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小段里面呢我们就说的多一些了你看它的光的名字叫除热热是烦恼除热就是能除烦恼使修行的人得到身心清凉自在它有这样的效果前面讲到普施受持清净戒发心愿证无师道无师道是成佛之道我们讲到法华经里面所说的
一切智，佛智、自然智，这三种智啊，都是自己悟的，啊，不是老师传授的，啊，老师没有法子传授，啊，老师只能够做正上缘，一定啊要自己悟入，啊，在历史上确确实实有。老师没有开悟啊，学生开悟了。啊，为什么呢？无私智。啊，这就说明学生的善根、福德因缘比老师深厚。啊，也是中国人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古时候的老师无不是希望学生能超过他，那是他的光荣。那如果老师学这个学生学的还不如老师，这个老师就会非常惭愧啊，没有能把学生教好啊，没有帮助学生啊，甚至有人误会啊，老师另法啊，自己知道的不肯教给学生啊，所以在古时候学生考取进士中了状元了，老师的学生呢没有考取，这是荣耀。这个老师没有私心啊，如果是老师的儿子考中了，学生也没有考中，那没有人不骂这个老师啊，老师偏心啊，这从前人那种风俗习气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讲到无私智，那无私智之是在讲呢，也是一切众生的本来就有的啊。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还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这个智慧是无私智，是你自心里的本具般若智慧啊。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那么由此可知，要想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现前，没别的，你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智慧就现前。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菩提树下了，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放下嘛，放下就是啊。啊，慧能大师在忍和尚方丈室里面也是啊。彻底放下啊，所以他是顿超云雾啊。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无私智啊。能大师开悟的境界跟忍和尚所证的境界没有两样，跟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境界也没有两样啊。所以大日经里头啊，大日经书里面几句话讲得好啊，啊，他说这个是自证之智
啊，这个如是就是讲前面的一切智、佛智、自然智。啊，这是自己真的境界。啊，摄者无眼，观者无界。啊，老师可以做增上缘，老师没有办法传给你。所以下面举个比喻说，不同手中啊，按摩罗果。啊，我手里拿着一个水果，我可以送给人，这可以传授的。啊，那么这个是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是你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别人有。你也有，但是你智慧没有开，别人无法传授给你，你也没有办法从别人手中得到。啊，一定要自悟自证。啊，这个就对了。那么这里面讲的阿摩罗果，哎，我想香港市场应该也很多，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台湾叫芭乐，就是这个地方叫的阿摩罗果，啊，啊，下面说释迦，这举例子来讲吧，啊，说如果可以。用言语啊，用种种方法去传授给别人，这举个例子讲了，那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做菩萨的时候蒙定光佛的授记啊，这个授觉知识就是授记啊，那个时候他就可以成佛了啊，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还要等这个在这个时代啊才能实现成佛啊，所以授记不等于传授，一定要自己放下，把那个障碍放下的，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自然就现前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啊，所以一定啊要到无私之自觉，这才能成佛。大宝积经里头给我们讲了真实的话，这个修行百千万劫九习戒业，这就是我们讲的烦恼习气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有多久呢？百千万劫，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这么长久的时间啊，你染的这种烦恼的习气啊，妄想烦恼习气，不是容易断的。怎么个断法呢？一意识观，即皆消灭。一识无相，一识圆灯。啊，实是真实。啊，要一识识观啊，你能真正见到诸法实相，见到诸法实相呢，肯定你放下了，你没放下见不到啊，好像这个乌云遮住太阳一样，看不到太阳的云才遮住了，云散掉之后太阳就看到了。啊，
那么九系戒业呢，就是乌云，把乌云比喻作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知道啊，常常坐飞机出去旅行，知道这个云层确实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我们飞到一层之后，看看上面，上面还有。飞到上面，在上面还有。层云呢、非用这个比喻，比喻的好啊。飞下面这一层是执着，中间这一层是分别，上面那一层是妄想。能够透过一层就接近实相了。三层都突破了，那你就看到太阳了。这个比喻就容易懂。可是那个无私智是怎么开的呢？开悟的时候，说老实话，不是渐修，渐修是淘汰习气，渐渐的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是渐修。渐性呢，确定是顿悟，没有这个见性见一分见两分见三分，没有，一定是彻悟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像慧能大师表现的一样，悟决定是顿悟，但是习气的淘汰要天天干。那用什么方法呢？方法太多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方法真多，所以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为什么呢？都能帮助你见性，都能帮助你达到顿悟，所以法门真的是平等。可是众生根性不相同，那么法门对于个人修行呢，就有难易差别。适合自己根性，修起来容易。那就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一生借着在学呢，就很熟，很容易，很方便。过去生中没有学过的法门，这一生当中是初学，你就会感觉到很困难。这种事情在平常我们稍稍留意，你能看得很清楚。显教里面，你这两桩事情，一个学唱念的，一个学经教的。有人学经教很容易，学唱念呢，他就觉得很困难。那是什么呢？我们就晓得，过去生中大概是学讲经的。这个唱念的时候他不太熟悉，初学起来困难。有人这个唱念一听就会了，很快他就学会了。往年我们韩馆长对这个就很容易唱念，一听就会。他常常讲，过去大概是感经忏的法师，有这个习气，一听一琢磨他就会了，所以他能临众，他能教人。我们图书馆这些法师，像悟道他们的，都是韩馆长教的。那么教下里面，你看看这个几个宗派难易也不相同，
多于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修学有关联啊，才会有这个现象啊。如果要没有关联，这个现象就讲不通了，你找不到理由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人真的有过去式，既然有过去式，肯定就有未来式，三世因果吧。那么如果要是加速度，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帮助我们对于悟如佛智时间能缩短一点，速度加快一点，这一时相观确实是好方法啊。这一时相观啊，实相就是要看宇宙万有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般若经上讲的好啊，啊，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例外的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金刚经上的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能常常这样观想啊，观是什么呢？前面说过细心啊，仔细的去想想啊，每一天呢都不要间断，时间短一点没有关系，天天都这样想，想成习惯，你对于一切人事物自然就看淡了啊。看淡有什么好处呢？容易放下了啊。现在我们听了佛讲的这么多了，还是放不下，原因是什么呢？没有看淡，听的很多，没有仔细去想它啊，没有认真的去观察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摆在我们面前所有这一些现象是什么啊，我们不能够不清楚。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这所有一切现象只是一个错误的、虚妄的抽象概念啊，是抽象概念的相虚相，要加个相虚相啊。如果不加相虚相啊，我们这个抽象概念所现的这个相啊，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为什么？它太快了啊。现在看这个现象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所以真的无所有啊，不可得，不但包括我们的身体啊，现在有很多人讲灵魂，灵魂也是虚妄想象啊。楞严经上这句话讲得很好啊，虚妄想象。你看，相是物质，想是精神，精神跟物质通通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啊。如果彻底明白的时候，他怎么会不会放下呢？
所以很容易放下。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见到啊，啊，这个见到就是你真的要亲证啊，亲自见到，那就不难放下了。啊，这一放下呢，无私道就显现。啊，那么这个境界现前，好啊，就是这个《华严经》上讲啊，你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佛是真佛，不是假佛。这个佛不是十法界的佛，是一真法界的。啊，天台家讲分真即佛。啊，虽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为什么呢？你见性呢，习气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尽。那无始无明习气也断掉，那什么有方法的？就要靠时间。啊，什么都不要理会，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啊，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了。你一用力了，妄想分别执就跟着起来了，你就全错了，所以用不得力。这个境界也很难体会啊！从前老师跟我们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老人家举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我们很容易懂啊。他举了个船呢，啊，船是什么船呢？帆船啊，古老的这种帆船，你才能体会得到啊，帆船到快要到岸的时候，帆一定收下来。啊，那收下来的时候，速度就慢了，就减慢了。啊，渐渐的时候，靠近岸边了，距离岸还有一段不远的，就用竹竿撑杆，啊，把船慢慢的撑，让它靠岸。啊，快要到岸了。很近的距离了，这个竹竿也收起来了。啊，那个船的时候还有一点推力，自自然然地往前走，那叫无功用道。你拿个竹竿撑还是有功。啊，风帆呢摇橹都是有功。啊，就将要到的时候用不得力，用力的时候这个船就撞到岸上去了。啊，所以他给我们讲这个例子。啊，我们就懂得什么叫用不得力，完全是自然的。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从啊，华严是原教啊，从初住菩萨到究竟佛位，经上讲42个位次啊，啊，这个十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42个位次，这42个位次都是无功用道啊，84000法门通通用不上，一个法门都用不上啊，只要一用法门，那你烦恼习气全都起来了啊。所以他那个境界确实啊，没有妄想，没有妄想就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尚且没有，那分别执着当然没有啊，是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叫寂灭人啊，在无人里头叫寂灭人。那么成就之后，这是叫证无私道，就是我们一般讲成佛了。成佛之后啊，这肯定的，因为你在菩萨道的时候，你都发过大愿了
度众生的愿呢？众生无边誓愿度，你都发过。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兑现。啊，佛没有妄语，成道之后一定度众生。度众生是无功用道。啊，怎么度法呢？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这感应道教啊。啊，《楞严经》里面佛说的，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叫随心因量。啊，众生有感呢，你自然就有因。啊，所以这个感是有缘分的。每一尊佛成佛度众生的状况并不相同。啊，有的佛度众生度的很多。有些佛度众生呢，那个众生数量有限，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佛在因地里头跟众生界的语言不相同。我们可以说一句，啊，语言都是没有条件的，没有界限的，啊，可以说。都是广大而没有边际，啊，虽然广大没有边际，每一尊佛还是不一样，啊，跟十法界一切众生语言最深最广的，啊，阿弥陀佛第一，啊，这我们在《弥陀经》《无量寿经》上看到的啊，十方诸佛如来度众生的法门虽然很多，决定有念佛往生弥陀极乐世界这一门，这肯定有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一切诸佛了，都带阿弥陀佛招生呐，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他都介绍我推荐呐，啊，可见的阿弥陀佛的缘呢，是超越一切诸佛如来，啊，你从这个地方啊，你去想去，啊，所以他应化在。十法界劝引众生受持戒，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为什么呢？修复首先要把人做好啊，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做佛呢？啊，你要想做佛做菩萨，先要做个好人啊。佛经里面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善的标准就底下一句，摄善业道习清净，这个重要啊！啊，十善业道，那个习清净很难呐。啊，我们十善业道条条都做到了，但是做到习清净可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十善业道做到习清净啊，是如来果位。啊，
如果我们同学啊，这是细心一点，你会看到佛像啊，特别是画的佛像啊，画的佛像啊，佛像顶上啊有个圆光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背景呢，毗卢遮那佛啊，后面是圆光。画像通常呢，圆光顶上写了三个字，啊，多半是用梵文写的，啊，也有用藏文写的，啊，藏传的佛教了，大概都是用藏文写的，啊，那么中国汉传佛教呢，用中文写的，啊，写法不一样啊，发音相同。嗡啊吽啊，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意思，十善业道习清净啊，所以十善业道习清是佛啊，啊，做到究竟圆满了、啊。我们凡夫把十善业道做这粗相。啊，如果十善业道我们真的还很用心去学习啊，不杀生啊，不邪淫，这个不偷盗啊，你真做到了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统统做到了。可是要问你，你执着有没有放下？执着没放下，啊，谁做到？我做到了。你看，我见没放下，我相没放下，啊，这个十善业道果报是什么呢？人天果报。啊，所以《十善业道经》上佛说得很好啊，啊，他讲到人天法，啊，《十善业道》是人天法，是声闻，啊，是声闻菩提，是圆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的根本啊，都从这个根生长出来的，一步一步向上提升。所以你放下这个十善业道修得很好，执着没有了啊，执着放下了，那就是声闻菩提，圆觉菩提。再把分别放下呢，那就是菩萨菩提啊，再把妄想放下了，那是无上菩提啊，这你才晓得十善业道是什么戒律啊，是清净戒里面的根本戒啊，所以我们从哪里学？从十善业道学。十善业道从前人好学啊，几乎这个在家出家学佛的人呢都很容易做到啊，真的叫善知识啊。啊，男女老少都能做到，现在为什么这么困难？这个我们不能不细心去观察啊，为什么现在做不到？我们不要看别人做不到啊，首先要回过来想想自己，我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啊？没有十善业道就没有佛法
啊，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啊，不是说世间佛法没有了，世间佛法有没有？如果不相干，问题呢？我自己有没有佛法？这个与自己关系才密切。我能把十善业道做到，我住在佛法之中。我没有做到十善业道，世间虽有正法求助，我没有沾到佛法啊，我没有佛法了。你才晓得这个问题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从前人为什么学那么容易呢？啊，诸位要晓得，从前家教啊，家教好啊，从小，从你一出生，你的父母、你的长辈，啊，比你大的人，都教你做一个好人。啊，教你的内容、总的原则、总的纲领就是《弟子规》。啊，《弟子规》不是没叫你念过，啊，没叫你读过，啊，而是什么呢？而是你的父母，啊，你家里面的长辈呀，都是做出来给你看。啊，所以他是用身教啊，从小耳濡目染，自自然然他就学会了啊，所以他有根啊，啊，稍稍大一点了啊，大概多少多大呢？嗯，三四岁的时候。哎，你会走路了啊，父母到寺庙里面去烧香拜佛，会带着你去啊，要带你到城隍庙烧香，你就受到道教的因果教育。太上感应篇里面我们也没念过，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啊，啊！可是那里面讲的因果呢，真的我们全都相信，啊？为什么呢？城隍庙去过几次，啊？母亲带着你去看阎王殿，十殿阎王会告诉你，啊？你也会问，啊？为什么这个人被破肚子？为什么那个人会下油锅？为什么这个人会上刀山？父母就告诉你，那做人做了什么坏事，他就受这个果报。这个教育是从小啊，先入为主啊，根深蒂固啊，他很管用。啊，他能叫你在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不谨慎，你看看不需要法律啊。用不着这些刑法了，自自然然他就能够小心谨慎，不但不敢作恶，连恶念都不敢想。那为什么呢？恶念是意业，还是有果报的。啊，何况言语造作。啊，有这样的底子，啊，学佛总的是，啊，至少也是10岁左右了，
啊，所以他接到佛法了，这个十善业对他一点困难都没有。啊，没有学佛的时候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学佛在这里加强很容易，原因在此地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情形不一样了。啊，从小没有学过，老人没教我们，啊，学校呢更没有了，学校曾经私塾老师教，啊，会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改制之后，这个学校没有了。啊，那么老师认为这个是迷信，绝口不谈。啊，所以这些教育收不到了。那么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惯。年岁逐渐大了，这些不好的习惯要改过来就非常非常困难。啊，这是中国人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我们从小能跟善人在一起，自然就染了善的习气，跟不善的这个环境呢，居住在不善的环境，自然就养成不善的习气，这个不容易改。所以现在看到十善业道，害怕。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有个同事年岁比我长，啊，大我十几岁，啊，他《金刚经》能背。啊，《金刚经》从头到尾背一遍13分钟，你背得多熟。他怕戒律，啊，他一看到戒律，这样也不能做，那样也不能做，啊，算了，干脆也不看戒律，戒律碰都不碰。啊，只研究经教，啊，对经教很有兴趣，啊，那么这就我们现在都明白了，这一类是属于佛学，一生搞佛学，不是学佛，啊，这个要懂。学佛呢，有戒律的人就是学佛，没有戒律的人就是佛学，啊。但是佛学你要记住，不能解决生死大事。那为什么呢？佛学是世俗间的福报，啊，学佛呢，学佛是智慧，学佛是戒定慧，啊，学佛才能解决问题，佛学不能解决问题。佛学是什么呢？只研究经典的这个我们现在人讲的佛经哲学，它没有戒定慧，啊，戒没有当然就没有定，定没有哪来的慧呢，啊，所以他那个智慧呀，是我们佛法讲的世智变通，啊，是世间的聪明智慧辩才，啊，经念得很熟，念得很多，啊，真的是出口成章，啊，引经据典来给你辩论，啊，自己没有戒，没有定，没有慧，啊，那我们学佛，我们是属于哪一边的？啊，
是学佛这一边的呢，还是佛学那一边的？这要搞清楚啊。这一生当中要想真实得到受用，要学佛，要学佛，那十善业道啊要清净啊，要真做到啊，这根本戒具足十善业道啊，才有三归五戒。如果没有十善业道啊，三归五戒是有名无实啊。你们看看净业三福的这个次第啊，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福第二条呢，在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想想看，这就是说三规五戒的基础是十善业道啊，没有十善业道就没有三规啊。三规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想想看，你从思想到言行每一天是不是跟觉真净相应？跟觉真净相应，你有三规。如果不相应呢，你的思想言行还是迷邪染，你就没有三规三规没有了，五戒当然就没有了你就晓得这个十善业道多么重要可十善业道我们今天怎么学法呢？我们今天要从弟子规感应篇学。为什么？这是净业三福教我们的净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在弟子规里面，慈心不杀，在因果，在感应篇里面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所以的第一句里面是三个根，儒释道三个根佛通通都有这个三福，第一这个三，这个第一条，像盖三层楼一样，这第一层呢。第二幅是中间一层的，最后一条是最上面一层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是第三。佛在经上讲得好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句话讲得重了，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修行成佛的人都是以这三个原则修行成果的正因。那你要是不遵守这个方法这个原则来修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哪有这种道理的呢？所以我们在今天特别是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要不扎这个根就不能成就如果希望这个根更稳固一点，你再加一个上面的
啊，四个根啊，像这一张桌子四个腿一样稳稳当当啊，你决定成就啊，啊，沙弥律仪在家可以修啊，他前面通在家界，后面通出家界。啊，比丘尼戒，没有受过戒的人不能看。啊，为什么？这是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看了之后怎么样？怕你啊去批评出家人。啊，出家人做的跟戒律不相应啊。你看到这个本子，这做错那做错了，你批评他。批评他，你造口业你不够厚道啊，你常常见人过啊，是这个意思，并没有什么秘密在里头啊。佛是避免大家批评出家人啊，不要造这个业，叫你不看啊，没有其他的秘密啊，所以你懂这个意思啊。那么菩萨戒呢，菩萨戒的时候你没有受戒也能看啊，也可以看啊，只有比丘尼的真正是出家戒啊，这个沙弥跟沙弥尼的时候，这个菩萨了，这个没有受戒的人都可以看这个戒本，都可以学习啊，提升自己。戒总的来说呢，它的作用防非止过啊，防范我们从思想到言行，避免一切过失啊，戒律真正作用是这个啊，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与性德相应，不要跟性德相违背。修行人正果的人，从佛菩萨到声闻缘觉，他的思想言行跟戒律啊完全相应，他要不相应的，他就不能真的这位置啊。那么现在我们懂得了事出世间区别在哪里啊？出世间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世间就是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那就是世间法啊。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这个戒律是人天的标准这个佛经上讲呢，这个人天标准呢是讲最低的，就讲十善，中平十善的人生呢，上平十善呢欲界天啊，下平十善呢
阿修罗。啊，为什么说阿修罗是下品十善？阿修罗的十善可能比人修的还要多，还要高。他的嗔恚、傲慢特别严重。啊，好深。啊，那么就是他修的也是上品十善的，这个中上品十善的，就是这个烦恼习气太重了。啊，傲慢嗔恚。啊，所以他在人间是人中的阿修罗，他在天上是天上阿修罗。啊，那你就晓得天上呢，那是上品十善，上品十善里面他没有放下了这个嗔恚傲慢。啊，他修中品十善呢，里面也带着傲慢，啊，带着这个嗔恚，啊，这些都是有大福报的呀，不是普通人呐。在人间是人王啊，啊，人间的是国王啊，啊，大富长者呀。啊，福报虽然大了，脾气很大。啊，嗔恚心、报复心很重，这一类的。啊，天上亦复如此。啊，如果这个嗔恚傲慢没有了，这个人上品十善，再加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他就会升到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如果修禅定呢，他就到色界天去了。啊，那么这些因与果，我们都清楚。啊，清楚之后啊，自己想一想，自己将来会到哪里去，不要问人，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十善的反面是十恶。啊，十恶呢，也要附带说一说。啊，十恶就是杀盗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啊，上品的十恶，地狱道；中品的十恶，恶鬼道；下品的十恶，畜生。啊，恶里面也有修福，修福什么？前面讲了，修布施啊。啊，虽然是个恶人，他喜欢布施，他讲的在恶道里面，他有福报。啊，你说这个下品食物，这个喜欢修布施。啊，喜欢修忍辱，畜生道里面有福报的，像现在许多人家养的宠物，真有福报啊！啊，一家人未必能活，
可是对他的宠物啊，没有一个不喜欢。那就这他福报啊！啊，那么在饿鬼道，饿鬼道的有福的饿鬼叫多财鬼呀、啊。啊，像城隍、土地、山神，啊，民间所供的鬼神，啊，给他修庙。初一十五去烧香拜拜，那都是有福的鬼呀、啊！啊，只有地狱没有，地狱是纯苦，没有享福的。啊，为什么呢？地狱是嗔恚重的堕地狱，贪嗔痴嘛，嗔恚堕地狱嘛。啊，所以十善。食物的果报要清楚啊，一定要知道断食物修食善啊，这是我们先前最重要的功课。有这个基础呢，念佛求生净土就决定得生啊，因为你已经是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就决定得生。那么你信愿行这个三次两具足，如果没有十善业不能生。那为什么呢？你的心行不善啊，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引你，因为接引你到极乐世界，你会跟那边诸上善人天天吵架，天天不和闹别扭啊，把极乐世界和谐的社会破坏。阿弥陀佛很清楚，不会来接引你。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学法呢？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学习跟什么人都能相处，啊，都能和睦相处，那到极乐世界没问题了。啊，跟这个看不顺眼，跟那个不高兴，这个不行。极乐世界去不了啊，所以学佛呢，先学做人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底下这一句“又令发大菩提心”，你看。不但要劝导众生呢，啊，劝引众生受持戒，十善业道，习清净，啊，不但要常常劝人，这个劝人一定是自己做到，啊，你才能够感动人，啊，还要劝导大众啊。发大菩提心那么净业三佛里头这就是第三条了啊，第三条头一句啊，发菩提心的身心因果啊，这个身心因果跟前面讲的不一样，这个因果是特别的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就是你相信念佛成佛啊，这就是净土法门啊。读诵大乘呢，劝进行者啊，读诵大乘专修净土的人一门深入，常时熏修，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那就是净土经典呢，你只选一种啊，或是选无量寿经，或是选阿弥陀经啊。那选阿弥陀经呢，
最好是读欧耶大师的要解，或者是莲池大师的素钞，那个内容就非常丰富啊，一生读不厌的啊。一面是读，一面是依教修行，一面是为人演说啊，劝导大家啊，是故得称此光明啊，这就是因呢 啊，你这样的修学，所以你自己在成就戒光啊，啊，就是除热光，除热光是戒光，啊，持戒之光，再看下面，啊，第十三，忍言光。我们把它也是两首啊，我经文念一点。又放光明，名忍言，此光觉悟成慧者，令彼除尘离我慢，常要忍辱如何法？众生报我难可忍呐、啊，为菩提故心不动啊。常要称扬人功德，是故得称此光明。这是六度里面第三啊，忍辱从持戒来的啊，他这个是有先后次第的啊，能布施才能持戒啊，为什么呢？布施是放下，持戒是放下所有一切的恶业啊，能持戒呢这才能忍，后后生于前前这个光呢，能觉悟忍成慧者，成慧傲慢心中的人在六度分为当中他能感觉到啊，他的嗔恚傲慢啊暂时扶住了啊，暂时不起作用啊，有这种功能啊，所以令彼除尘离我慢啊，慢是尘慧里面的一分，这个烦恼习气啊很重，所以在根本烦恼里面特别把它提出来啊，根本烦恼是贪嗔痴。吃后面有慢啊，慢是从尘里面来的啊，你就晓得太严重了啊，有我慢的人往往自己不知道啊，我没有傲慢呢、啊
啊，我很谦虚啊，自己都是这样认为。啊，其实别人看到你很傲慢。啊，自己很难发现。到自己能发现的时候，那你自己有相当功夫了。啊，也就平常人讲，你有相当的修养。啊，你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过失，啊，觉察到自己过失就容易改过了。啊，为什么人习气毛病改不掉？他不知道，他习惯了，啊，不知道自己有过失，所以他就不会刻意去改过。啊，特别是在这个境界里面，看到别人呢不如自己，他就有优越感。啊，他不晓得，每个人都有长处啊，他的长处我没有啊，我的长处他也没有。你能这样想啊，人跟人就平等了。啊，平等心就显现了。啊，平等心是真心啊。平等心是佛心啊。啊，那你举着你就可以能体会到这个傲慢呢、啊、把平等心破坏掉了。啊，也就是使你的佛心不能现前。那这个傲慢是六道，不但是六道啊，从傲慢如果引发嗔恚，引发愚痴，那就变成三恶道了。你说这个东西多可怕啊、六道凡夫通通都有我慢啊，所以这个我慢呢是俱生烦恼啊，也就是你生下来就有啊。法相宗里面讲摩那识，第七识，第七识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就是他有四个烦恼的时候永远是跟着他的，不会离开他的啊。这四大烦恼里面就有我慢啊，真叫根本烦恼啊。啊，那么忍辱就是对治嗔恚，对治傲慢啊，是对他来的啊。叫人呢常要忍辱如何法啊，要是爱好。这一句话说得好啊，我记得藕益大师写《华严经》偈子，写了300首对联。这一句话他写了好多次。啊，常要如何忍辱法？啊，跟底下这个一句的时候也可以配起来。为菩提故，心不动。啊，这个两个配起来是一副对联的。
忍辱。顺境、逆境啊，顺境里面不起贪爱，逆境里面呢没有嗔恚，把心安住在与性德相应当中，这叫安忍呐。我们在前几年离开新加坡啊，移民到澳洲，我写了一副对联，处逆境虽物远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都不顺利呀。在这个时候没有嗔恚心，业障全消啊，啊，这消业障没有嗔恚，啊，出顺境随善缘，就是环境跟人事都顺心都好，不起贪痴，你的福慧也就现前了啊。所以顺境跟逆境的你要会学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逆境里面小业障啊，顺境里面呢长福慧多好啊。修行在哪里修啊？就是在境界里头去磨练啊。境界天天来考你啊，看你能不能通过啊。啊，佛法里面教我们三种人啊，第一种是人海啊，这叫缘恶缘啊，他回报你，侮辱你，陷害你，人海你要能忍啊，要不生嗔恚，没有报复的念头啊。我们学佛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没有报复，没有嗔恚，而且生感恩的心。这感恩从哪里来的呢？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哎，我们听到人家诽谤，应该认真反省啊，我有没有过失啊？有过失，你看，人家诽谤，我才认真反省。真的我有这个故事，他提醒我，我改过自新，我要感激他啊。我没有这个故事，没有这个故事大概
过去生中有这过失啊，这生没有，过去生中有啊，啊，还是要感恩他了。啊，所以有过则改，无则加勉，勉励自己不要犯他所说的过失。这不都是善知识吗？啊，叫逆增上缘，我们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了，这考试通过了。啊，顺境也一样，也在考试。顺境最怕的是你起贪念，这个一有贪念呢，立刻你就下降了，你就堕落了。所以顺境里头啊，要修忍辱啊，不贪不念啊，顺利里头都要修忍呐，没有忍就不能成就啊。啊，这个人不是专门对逆境的，顺境里头更重要。啊，在一般事出世间修行当中，逆境忍辱好修，顺境不好修。啊，逆境里往往的时候还能够让人激发道心，啊，他能够向上。顺境淘汰人是最厉害的啊！你自己不知不觉啊，堕落了啊！所以这个是特别要加以警惕的啊！所以人为的这个灾害啊，要能忍。第二类呢是环境。啊，我们修学的环境，自然的灾害啊，你比如说夏天的炎热，冬天的寒冷都要能忍受。啊，饮食起居，有时候会丰足，有时候缺乏。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的马麦之报，他们没东西吃。啊，饥荒年的时候，啊，一般信徒都吃不饱，哪有东西供养出家人？要忍耐啊！孔子在城绝粮啊，这圣人呐 啊都示现给我们看了啊，物质环境这个缺乏的时候要忍耐啊。那么现在的都市啊是比较好一些，还是有灾难。啊，像我们在澳洲，我听说澳洲最近干旱，干旱缺水呀。啊，我听人家讲，现在是六级，这控制用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每天想洗澡都不许过。啊，三天洗一次，严重的时候一个星期洗一次。啊，那家里面这些花草树木都不能浇水，都限制了。啊，那我们这个学院啊还算不错，我们打了几口井。啊，它这个水的控制的时候是自来水。啊，我们自己有井，用井水来灌溉我们的菜园。
啊，果木树，这个可以。啊，用字来说是决定不可以。啊，所以遇到这些呢，都要忍受。啊，就是现在所讲的自然灾害，不是人为的。啊，要能够忍受。啊，不怨天，不尤人。啊，那么修行人跟一般人又不一样，啊，修行人遇到自然灾害，就自己没有德行，啊，因为我们晓得境随心转呐，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我们没有德行的，啊，感召外面自然环境啊。变异啊，使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啊。如果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自然灾害就没有了。第三一类的是修行啊，修法。也要苦行啊！你比如说早晨早起啊，早晨的功课天天不缺乏了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认真努力啊，学习理解还要落实啊，一定要把你所学的变成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你才能真正得到受用而且要时间很长啊，长年啊，你没有耐心不能成就啊。事法也如此，你不是在学校念书啊，小学要念六年你才能毕业，中学也要六年，你要是不能够忍耐你就念不下去了。啊，还要通过许许多多的考试，啊，不用功不发奋，你怎么能成就？啊，佛法呢，更是如此。啊，佛法，我们现在很清楚，很明白。八万四千法门5000多部的经典是世尊给我们的增上缘我们要会学啊，所以善学，中文里面讲会嘛，啊，你要会，你要善学，帮助你觉悟。啊，觉悟之后怎么办呢？觉悟之后你要会放下，你才能在从事法了转入佛法。
如果不放下呢，你所学的是事法。啊，近代人讲啊，五乘佛法讲得很好。啊，这个世尊当年在世只讲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讲五乘呢，加上人跟天。啊，这个十善业道经上说的。啊，你比如说华严经，同样是华严经。如果我们没有戒律，啊，我们连摄像都做不到。我们学的华严呢，人称的华严，啊，假如我们能够做到上品摄像，天称的华严，我们能够放下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声闻的华严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就是摄性位的华严，再放下一切分别啊，那是摄性位里面第八性、第九性、第十性的华严。如果能够把妄想也放下了，那就是初住以上的华严不一样了。初住以上的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十性位里面七性位的菩萨超越六道啊，所以七性的声闻啊，声闻这个相当于小乘的时候声闻，八性相当于圆觉，九性是菩萨，十性是佛，四圣法界，十法界啊，那个妄想没断呐，妄想断了就不再是法界了，到一真法界了。同样学这部经啊，境界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很清楚、很明白，佛法没别的，放下而已啊。所有经教这一开头，帮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明白了，不再贪念了，不再执着了啊，我们非常坚固的控制的念头，你看对人的控制，对事的控制，对万物的控制啊，这个念头放下了，占有的念头放下了，不再为我了，那你的智慧就开了。这两样东西没有的话，头一关就通过了啊。我们常讲的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啊，诸位想想，这十六个字都在控制占有这里面啊，归纳起来就控制占有啊，与一切法没有控制念头了，没有占有念头，就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说老实话，才能学华严。如果还有心要控制，还有心要占有，那绝对不是华严境界
啊，所以说有自私自利念头啊，不是华严境界啊。华严境界，那个心量是等虚空法界啊，跟虚空法界平等啊。啊，那么这是讲这三种人呢，我们修法要忍啊，没有这个忍辱的功夫啊，这个人是在讲就是个人字啊，翻新的法师加了个辱啊，因为中国这个族群他这个辱看得很重啊，因为古人讲啊，士可杀不可辱啊，这个把辱看的是看到比生命还重要，杀头没关系，侮辱不可以。所以翻经的法师好，你们对辱看得这么重，忍辱，那辱都能忍了，还有什么不能忍呢？就没有不能忍了啊。所以忍辱啊，这个翻法的事是专对中国人的啊，在原文里头只有忍啊，没有这个辱字啊。那其实是翻经法师的一种苦心啊，特别的提醒我们啊，在经教里头也有一种说法啊，这个比较是从印度传来的时候，这是原本这个说法啊，就是人啊，这个人呢也有三种，身口意啊，身要人，口也要人，念头也要人啊，这个三个说法说也非常之好啊。那身人呢，那别人打你骂你啊，别人打你的时候啊，就像什么呢，我们在金刚经上看到的，割离王各界身体，那是身人啊。割离王各界身体这段故事啊，在涅盘经里面，涅盘经里讲得很详细啊，金刚经只是提一提，举这么个例子啊。那么这就是说，别人无故无缘无故的伤害你啊，打你能忍，是杀你也能忍啊，这是身忍啊。那口忍呢，那就是别人的毁谤啊，辱骂，你能够不生嗔恚啊，没有报复，这是人啊。别人打你啊，你身体受到这个伤害，也没有怨恨，也没有报复。第三种是义人，这个意思不但没有报复啊，而且没有丝毫怀恨的念头，这是义人，心里面没有啊。所以这是人原本的意思啊，身口意都要忍。忍是定的前方便啊，不能修忍辱啊，你就没有办法得定。换一句话说，你的清净心呢不能现前啊。清净心从哪里来？清净心从忍辱来
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啊。这个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无论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或者在工作上处事待人接物，谚语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也不能忍呐，这个日子怎么过啊？啊，所以一般人的确生活在痛苦当中。那怎样你才能得到乐趣，得到生活的快乐呢？忍辱能带给你快乐。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想在这一生成就，那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法得成于人，大乘教里面通常呢，讲两种人啊，两种人有好多种讲法，意思都能相通啊。第一种众生人，与一切众生没有嗔恚心，没有恼害的心，啊，即使众生加害于我，我能够啊忍耐。啊，蚊虫来咬你，啊，一般的时候一巴掌就打死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看你是不是菩萨了，菩萨以六度心来打他，对他，啊，他到这里来也是来偷钵啊。啊，也是来讨一碗饭吃啊！他来盯你，你就供养他吧。供养他是修布施啊，他咬你，你没有嗔恚心，是忍辱；你不杀他，是持戒。你看看这个六度，这前面三个不是都修了吗？啊，你一巴掌把他打死的时候，三个都没有了。啊，你布施也没有，持戒也没有，忍辱也没有。啊，对一切众生啊，啊，这个说法很好，应当要学习。对什么样的小动物都如此，何况对人啊，人确实比对这些小动物还难应付啊。后面我们会说到。那么第二种呢，叫无生法人，这个高了啊。无生是一切法不生不灭，无生当然也无灭。你能够对佛所讲的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道理，你能不动心吗？不怀疑啊，我相信啊，
佛说的话，我相信佛没有妄语，佛讲的话一定是真实啊。所以对于无生法，这个人有同意的意思，有认可的意思啊，我同意佛的说法，虽然不是我的境界，我能信得过啊，对佛能信得过。那么另外呢，这个众生人说得更详细一点，对于别人的恭敬供养，能忍而不执着啊，这个人就是不执着啊，有感恩的心啊，不能没有感恩，有感恩的心啊，不必把这个事情呢啊，不在这个事情里面生起贪念，那就错了啊，受别人沉骂打害，不生嗔恚啊，这个跟前面说法啊意思接近，可以做补充啊，我们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了。所以这个说法应该是经典上原本的讲法啊，就是讲到忍辱，这是特别的对中国人的讲法啊，尤其是对中国士大夫阶级，就是读书人。那么对于法人，前面说过，大自然的灾害能忍，不怨天，也不能有人。为什么呢？因素太多，现在这个自然灾害多啊，这个因素呢至少一半以上人为的啊，也就是人不知道爱惜自然环境，任意的破坏地球生态平衡啊，造成的严重灾难能够忍受啊，不怨天不尤人，保持心地的清净平等啊，使自己的烦恼不起不生啊，心安住在道业上。我们念佛人啊，无论遇到什么灾难，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要安住在佛号之中啊，安住在经教里面，这就对了啊，这样就没有过失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